没个玩儿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谢谢野面 kiss。他都处五个三了，是吗？谢谢饺子睡醒。我没看见呢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还5秒钟啊！谢谢西哥，谢谢虎婆了。你带个小破迅捷步伐，你跟我，你在干什么？谢谢34一生中最爱。你跟我说。谢谢拉特利。谢谢虎帕拉。一 A 扣呀，扣错了。依你一下，走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我每一回回家都是688，然后可以买个耀光，就两波兵正好，杀个人加两波兵就正正好好，就等于一个耀光。此地不宜久留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这不是动漫里边的猴子吗？最近设计师比较喜欢二次元。老有人在那，哎呀，你饼干卖了，买个药，好活呀！一看你就不会玩儿，回回我都得给你科普一下子，小伙子。来人，告诉他为什么？算了，我来吧，别来人了。饼干能回多少血？啊，饼干能回多少血？10%已损失生命值。知道吧？10%已损失生命值是多少血？最多回70点血，血瓶能回多少血？150点血。明白了吗？为什么把饼干卖了买红药？回的血更多，线上更能续航一点。饼干卖了加蓝呢，加蓝呢，这顶上这不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吗？这饼干写的，消耗或出售一块饼干都会为你永久提供50点最大法力值。明白没明白？下回能不能别问了？把明白了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你明白明白。每回卖饼干都得，哎呀，你这卖饼干买药，哈哈，你这是。你不走，有点意思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而且我点了药水儿，我一个红药可以回75。你可以看一个饼干啊，就回28点血。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。这波亏了我30块钱。
要不再杀他一次得了。这玩意儿呢不是那么特别好杀。哎哇，你不放技能。你敢我E你的时候你不放 W。 的天哪，2633，差200块钱。应该够，我们可以吃塔皮。OK， 刚刚好。回家三下，蓝枪来了，来了就来了呗，他要来我就死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他不来我就不死，看看他到底来不来。我们7分钟三项，三项的比较快。谁死了？这乌鸦是辅助是吗？乌鸦打野呀？啊，双打野，吵架了呗，就是，多大点事儿？你要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最近打的上路没怎么碰见那种比较肉的英雄，我想试试先出黑切行不行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让我抠一下。手速挺快呀，你干啥呀？还得非得搭个闪现，安心的死去是不是就行了？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来一波虾仁诛心。蓝 buff 有吧？蓝 buff 有，我们先打个蛤蟆。打个蓝 buff。我觉得我们还是配得上这个蓝 buff 的啊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分。来中路帮着艾克拆几波塔。中路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莫干浪。你挺狂啊，我发现我干嘛呀，啊，你挺猖狂啊。你先猜你能不能杀那蓝枪，我先一 QW 走一波，对你突突的，你往前突突，你蛮心你怕什么玩意儿，你就突突的呗。非得我去找他去，我看看有红没有，瞅一眼。
这是干什么？很明显，这个位置它是有眼儿的，啊，我们呢往这个地方走，蓝枪应该在这里，但是我们一套技能不足以能杀得了他，所以我们得等个点炎。OK， 点炎好了，来吧。呀，还挺疼的。我先抠死他，给我扛个塔，漂亮乌鸦。哎呀，我没死。我先来个九头蛇，出一双皮海。把小龙打了吧，他发育的不错呀。我们去上路好像没什么意义，算了，还是去下路先拿点人头，然后再拿几层塔皮。下路的滑板鞋比较的猛，这卡莎出的是 AP 的，我天！滑板鞋这么厉害吗？这滑板鞋，我看看。金梦啊，滑板鞋，吃我一个抠！干什么呀？没见过兵是不是？你说你他妈都野怪猎人了，你还要这兵？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有病是吧？滑板鞋是腰带呀，那他腰带，这下路没人要啊。行吧，既然你们都不来下，那我就只能拆了。还不回家呀？那我上高地吧。那没办法，那下路也不来人，你说，哎，不来算了，还来不来吧？我可拆没了啊！你们爱回来不回来？回来人了，我们撤。哎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没办法了，这只能被控死了，我们动不了了，不让我动。谁给我瞎当了？堕落天使，那没事啊，那没事，堕落天使没有关系。先来个皮海，现今人出三项也行吧，剑姬人出三项，小重做。嗯，三项的 bug 没了。剑姬站起来了，剑姬发育其实不错，我挺长时间没管他了都。你们现在不来四个人是打不过我，这边不推了，他们全回来了，推中。
打一波团战呢，可以打。真的现在没有四个人过来抓我是打不过我的。我说了没有四个人是不可能打得过我的。有非得要抓也不知道抓啥。剑姬没来那能行吗？除非这波滑板鞋有闪现可能还能好一点，要不然是没用的。把塔都给他拆了，一个别给他留。不上了，后边的人有点多，妈不上了。经过这一波以后，啊，我们现在应该能自己一个人打四个人了。刚才还得加个艾克，往这走来。我不可能让他剑姬拿到人头。这是个 AP 卡莎，也行吧 ，AP 卡莎，保一波卡莎吧，然后走。乌鸦死了就死了，我们就别让卡莎死就行了。这什么个东西？现在这野区你们敢进？我不相信。我先来个蟹手。他峡谷先锋什么时候放啊？他马上没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一定往上路放。我们赶紧走到上路，让他放不了这峡谷先锋。这波把他直接打死，然后他死了，峡谷没了，他放不出来，三十来秒应该放不出来，没了，白打了。他想直接往前冲，然后放俺们家塔下，那能行？不能上啊！这侄女儿么干辣的，控制太多了，不行，打条大龙吧。不好打呀，这有个河蟹怎么打呀？你怎么还要蓝呢？这人啊！哎呦啊，还好我有蟹手，不行了，蟹手也没了，控制太多了。最后一件出点啥呢？
我来个水银吧。来个水银。控了4.75秒。啊，这个是眩晕呢。原来如此。现在就没事了，我们回家出完这种装备就没什么问题了。他再控我也没有用，刚才那么干辣把那个沙漏还给摁了，这边他没有沙漏。来波中路先杀一个，我说实话不太划算。你们能打过我吗？啊！你打不过我呀！躺了一地尸体。我有蟹手，小伙子。哎，我的蟹手呢？好，蟹手没触发，吸地了。干哈呢？这乌鸦呀？嗯，我本以为我有蟹手，但是我的蟹手它没好，我给忘了，我没看见呀。早不闪，我以为我有蟹手，最后那一下他才能给我触发，我一看哎没好。抓到被谁给杀了？被滑板鞋杀了。现在是23分钟，我们已经神装了，但是龙呢却没有几个。其实这把不是那么特别好打，来波中路。嗯，这也没法动啊，这操，那击飞解不了。击飞不让摁水银。翻盘了。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优势，不是翻盘了，我们家根本是没有优势。这装备也就这样了，也出不了别的了，更新不了了。35分钟之内没推掉，游戏这把就结束。下来打大龙吧。压根儿也追不上啊。龙也没法打呀，怎么能开一波呀？没闪现不好开呀。我们得杀滑板鞋，滑板鞋不杀赢不了。
对面还要打大龙啊？啊，对面还要打大龙呢？那不白送了吗？啊，那不白送了吗？这。我们必须得扛住所有人的伤害，然后呢，把对面全打死，我们家才能赢。否则他就赢不了。他们家敢打大龙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我们不打，他们还要打。把下路拆了吧。你这吸点血，快走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走不了了，这么地儿吧，能打死几个是几个吧，这都空啊！给我地沟油，给我烫死了。换个钢铁合计吧，要不控制太多了，韧性不够高。移除所有控制效果，并提供40%的韧性与减速抵抗。啊，这个东西先摁是好一点哈。先给他摁了，小龙也没了，下边推上，我们有闪现，把滑板鞋一撒，完事儿。上了腿。上路推吧，我跟他们一起推吧，我就不分带了，我分带我怕他们都死了，然后又打输了，又得拖一波，拉倒吧。去上路，先把滑板鞋杀了，我有蟹手，还好我有蟹手。咱们先打那个，先打剑姬啊，剩个蓝枪不上了，不上，这波不上头。那乌鸦刚才上哪去了？什么情况啊？呀，又喷塔扣了。我说实话，我都没感觉。难道这就是用劳莱雅男士洁面洗面乳的威力吗？这难道就是欧式玩家吗？不敢当呢，这不敢当。